那里是濒临灭绝的野生熊猫种群所在地。摄制组跟随车队，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了放归地。此刻，它成为世界的焦点。熊猫眼前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迟疑片刻，熊猫便追寻着大自然的味道，小跑钻进了森林，头也没有回。熊猫投向大自然的怀抱，但要被大自然接纳，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它还得通过重重考验。放归后的半年时间，熊猫都处在适应期，保护区的监测队需要密切跟踪监测熊猫的活动，以确保它的安全，而我们摄制组也将跟随监测队继续见证熊猫重返森林的独特旅程。熊猫放归野外后，搜寻它的难度巨大。四川境内，野生大熊猫活动在海拔2000米以上、竹林密度最大的区域。竹子细密，韧性十足。我们在林中穿行的速度远远比不上熊猫。再加上视线受密林的阻挡，即使熊猫就在10米开外的地方，也难以发现。人类对熊猫的追踪全部依靠戴在它脖子上的项圈，项圈通过无线电信号和 GPS 数据两种方式提供熊猫的位置信息。可是就在放归后的第三天，两种监测手段中 GPS 数据下载出现了异常。如果再靠近一下的话，我们怀疑可能是不是项圈出问题了。队员们只能利用项圈的无线电定位功能来接近熊猫，希望更近的距离能有助于 GPS 信号传输。下到数据没有？下到数据没有？我们那两三天还是没下数据，信号强度非常好，还是下不到数据。我们准备跟上去。我们就尽量把跟上去，把它找到，就把它赶上树上去，我们再对着它下。如果再下不下，我们就判断可能是项圈出问题了。然后我们就通知下面，看他们下面怎么上面更换项圈还怎么过。如果要更换项圈，就需要回补熊猫。你后面，就他吃竹子的地方，就这种，因为他年龄还小，咬合力还不够强，像这样出的竹子他是咬不断的，咬成几节，分成四五节，然后他就吃上面的叶子，这些地方都是他把叶子吃掉了的，就很新鲜的，你看，他这里的那个牙齿印。这样折断竹茎的方式
是刚放归的熊猫独特的采食迹象。根据这些采食迹象，队员们判断熊猫就在附近。这可能就差一点，刚好，刚好一个巴掌吧。它鼠座，同一台鼠子上。围捕它，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队员们分析，一开始下载数据失败，是因为监测队员和熊猫分处在同一山脊的两侧。那时候，熊猫可能在一处洞穴状的洼地屏蔽了 GPS 信号。监测队员靠近的声响让熊猫警觉起来，它起身离开原来的位置，于是信号恢复了正常。这一次寻找也让摄制组得以接近这只熊猫。我们努力跟上它，虽然可能只是短暂的相处，但我们也有机会见证它的野外生存之旅。小熊猫，天色渐晚，我们在河谷休息，熊猫就在河谷之上的森林中。与野话剧不同的是，熊猫放归后不再有铁网保护，森林是完全开放的空间，这里是所有动物们共有的家园。就在熊猫放归的这片林子，生活着一只黑熊。监测队员们与他多次相遇，但庆幸没有成为他的猎物。初来乍到的熊猫与共同生活在这片森林的其他动物能否相安无事呢？第二天我们继续跟踪熊猫。上山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沿着那个兽径走，你动的选择和人选择是有一致性，兽径的话相对比较好走一些。像这一块，你看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一点这样的一个痕迹。
不少红外相机收集到的画面可以直观地了解熊猫放归后的生活状况。不过这些人类的眼线时常成为动物们袭击的目标。这台掉落的红外相机便是被有意损坏过的。抓一样的，那这儿肯定是抓扣了。还好存储卡是完好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些动物与熊猫共享这片森林，它们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敌人。这几段画面拍摄的正是监测队员遇到过的那只黑熊。黑熊看起来笨拙，但却拥有惊人的爆发力。从体型和力量上来讲，它无疑是这片森林的王者。刚放归的熊猫也被红外相机拍到了，原来是它在破坏红外相机。发现了熊猫的新鲜粪便，粪便不仅能体现出动物的活动路径，还能分析出动物的健康状况。50多团形状完好的新鲜粪便，表明了熊猫适应新环境的状况良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是碳水。穿过满是雨雾的竹林，监测队员获得了熊猫的位置信息。很快，在一处阳坡，我们发现了熊猫。熊猫正在挠痒，它身边的竹林里有异样的声音。循着声音，我们找到树根下的这个洞穴，我们一探究竟。熊猫并非素食主义者，有机会也会随手捕食一些小动物。竹鼠正在融入这片森林，为了不过多干扰熊猫在野外的生活，我们暂停了对它的近距离跟踪。监测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熊猫活动的领域逐渐扩大，它渐渐远离放归点，走进森林的怀抱。熊猫11月中旬放归森林，半个月刚过，来自北方的寒潮便提前袭来，群山一夜之间换上了冬装。我们再一次进入森林，确认熊猫的安全。
他现在都在他们家，我看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边了。这是大狗驿。在熊猫活动的区域，队员们发现了新鲜的脚印。这是黑熊的脚印，确定无疑的。黑熊的脚扎实裸露，坐到这个地上之后呢，它的脏点就会很明显，对吧？吓人哦！上次我们看到个一米多，站一下啊，基本上都有一米高。四川境内的黑熊是半冬眠的习性，它们只是放慢自己的代谢，但一有动静，它们就会醒来。黑熊是放归的熊猫在这片森林里最大的威胁。冬季森林相对稀疏，我们在无线电和 GPS 的辅助下再一次看到熊猫，它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积雪几乎阻断了受精，但熊猫依然摸索着往低处迁移，这是幼年时妈妈对它的叮嘱。它的体力正在大量消耗，它不时地啃食一些几近干枯的竹子。此处距离发现黑熊脚印的地方不远，放归的熊猫已经走进黑熊的地盘。为什么科学家还要选择在这个年龄就将它放到野外呢？两岁的熊猫对空间的要求已不是一个三个足球场大的野化区能满足的了，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就如同十几岁的少年，如果错过这一时期，即使羽翼丰满，他对世界的认知也已经定型，探索能力和适应能力都会大大减弱。放弃了野化，过了半个钟头，熊猫从树上下来，风向对它有利，黑熊或许还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熊猫犹豫着，应该趁着风向改变之前离开这条。
高山杜鹃是春天的信使。淅沥的春雨过后，森林变得热闹起来。小熊猫依然相伴在熊猫左右，竹鼠钻出光，它要把食物拖回地下才能好好享用。发现不对劲，熊猫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它差点就成为熊猫的掌中餐。刚才的节目中，竹鼠张狂地采食熊猫身边的竹子。虽然竹子是熊猫和竹鼠共同的美食，但它俩可不是好朋友。因为熊猫并非素食主义者，除了吃竹子，有机会它也会捕食一些小动物。对于竹鼠来说，熊猫可是它的天敌，一不小心就会被逮住，成为熊猫的猎物了。竹鼠，你还是赶紧逃跑吧。大千世界很奇妙，只有看了才知道。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这个符号记录的是古人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这个字是点。一场祭祀仪式开始前，人们将祝告的话事先刻写在册上，然后双手捧册，恭敬地将其奉献于神前。一个异常恭敬的场景就这样固化在了字形中，被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奉上的这捆典册是有多么重要。是的，
典的本意就是最重要的文献书籍。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可见能称为典的文献无疑是极为珍贵神圣的。时光荏苒，典的意义虽历经演化，但这份庄重却一直沉淀在了汉语言之中。我们常说的经典就源于此。同样的，典礼、法典、典范这些词汇都隐含了一个相同的暗示，此事非常重要。典祭祖大典。虽然典的形式因每个时代特征而略有不同，但我们仍能从缝隙之间窥探到延绵千年的典制礼法。无论是书中的法律规范，还是典礼中的典制礼法，典都有一层庄重感，而这种庄重感也慢慢渗透进我们对美的追求。典，庄重有据，雅，高雅而不浅俗。于是融合了这类标准的美，便是典雅所具有的品格。在东方古典美学中，对典雅的追求一直都经久不衰。在古代文艺创作中，典雅之美无处不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文词中有一种典雅，文笔风清古俊，雅润有致。书画中有一种典雅，画风虚实结合，神形相融。乐舞中有一种典雅，音律韵味悠长，意韵绵延。建筑中有一种典雅，造型雄深雅健，端庄厚重。可见典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极为重要的美学范式之一。从书中的典章，到庄重的典礼，再到东方美学的典雅，典早已超脱其形，化成我们的历史仪式、审美、人格，融入中华文明的根基深处。今天你写字了吗？